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骗招破解。黑棋高目，白棋小飞挂啊，黑棋飞，这个呢是普通定式。接下来白棋拖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变化了。普通来说呢，是黑棋搬，白棋退，黑棋张上或者虎，这个呢都是普通的下法。那么在这个时候，黑棋搬里面啊，这个也是有的，这个搬里面也是有的。白棋断啊，然后呢正常的话呢是黑棋爬啊，这个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以后会。但是现在呢，黑棋啊这个突然发出这个放置出这个冷箭，使用一个这个七招和骗招啊，他打这个，这个要小心，这个白棋。那么白棋肯定是要立了，黑棋他在挡啊，挡在这里。这个时候呢白棋呢基本上呢也是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只有拐出去，只有拐出去。如果你觉得打这个加一个啊，看上去呢也是不错啊，看去也是不错。但是呢这个被黑棋啊吃掉两子的话呢，这个还是损失呢稍微呢有点大啊，这个被吃掉两子以后，黑棋在这边呢损失呢白棋在这边损失呢还是很大啊，黑棋这个太厚了。而黑棋这个子呢依然是个好点啊，依然是个好点。你要是接上呢被这个黑棋一立啊，这个白棋还是不能满意。拖一个呢他就搬啊，这个结果依然是不是这个太好啊。那么所以黑棋挡的时候啊，黑棋挡的时候白棋依然呢要拐，还是要拐的，拐这个。那么接下来黑棋跳，这个非常规招法啊，可以说是个非常规招法。对于白棋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啊，也是一个考验。白棋如果不能够在这里做出正确的应对，那么呢？就会被黑棋的七招啊和骗招呢获得便宜。那么白棋该怎么下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白棋啊在这个外面啊是暂时呢是没是打不出去的，因为你打这个黑棋粘上，这个不行，你这个不能跑啊，这个被搬死了。那你搬这个呢，那个黑棋压还是先手啊，再断的话呢等于呢这个地方被黑棋多紧了白棋啊，这两个子一口气，白棋这两个子很难动弹，很难动弹。白棋啊如果断打在这，那么黑棋就退啊，这个呢暂时呢也是不是太好。白棋挡啊，要跟这个脚上跟这个黑棋杀气，这个白棋呢好像也不太好啊。那么接下来黑棋要粘上，黑棋肯定会粘上。如果啊白棋逃跑啊，或者说是跳这个，
啊，逃跑。这个黑棋脚上是虽然呢，它是做补活了啊，当做，但是你这个白棋的外围啊，还是呢不够厚，那么黑棋就粘上，那就粘上。白棋这个得出来，啊得出来，你走这个呢，黑棋就压一下，那么接下来啊，黑棋脚上虽然不活，虽然不活，但是呢，外面呢黑棋呢可以啊强行靠住，强行靠住，这个呢白棋呢。暂时呢是无法出头。如果你搬这个，那么我断啊，白棋吃，那这个被吃通了，白棋总是吃亏的啊，这个总是吃亏的，这个吃通了还是挺大的，不能转换。那么呢，只能跟脚上杀气了。杀气点虽然是局部守金啊，就是局部守金，但是呢，黑棋可以挡。你再点这个呢，由于现在黑棋呢，还有这个扳的先手啊，还有这个扳的先手，这个白棋与黑棋杀气啊，会呢显得比较累。黑棋不怕。本身这个里面也有这个打劫啊的变化，这个就景气啊，就或者来说，甚至于来说呢，这就拐一个也可以啊。这个你当你要来杀他的时候啊，这个就紧出气吧，就算这个也是一个景气劫啊。你这个还需要劫财啊，本身呢这个劫呢黑棋随时一提啊就活了。这个呢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也看出来了啊，当黑棋跳时，白棋啊直接挡，黑棋杀气不太有力啊，不太有力，因为这个白棋黑棋外面呢还有先手。那么呢，这个棋啊，里面呢这个。大家可能呢有些棋力的啊，就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呢，作为白棋来说呢，有一些这个常用的手段啊，就是呢做大头鬼，做大头鬼。白棋一看啊，准备做大头鬼的话呢，那肯定就是冲，黑棋挡，白棋断啊，冲断。是脚上这个杀气的常用手段啊，常用手段，也可以说呢是这个破解黑棋这个骗招的这个正确方法。那么黑棋肯定要吃白棋力啊。黑棋吃，这个是必然的变化啊，这个走大头鬼可能我们大家都会啊，吃。然后呢，白棋扑，白棋扑，黑棋提，这个是基本的。在这个时候呢，白棋首先需要注意啊，这个外面啊，这两个子看似很，就是说很薄啊。就是说，还也有双打，但是白棋在这个地方啊，是这个绝对，就是说什么呢？不能轻易的随便乱动啊，随便动。白棋如果随便那种打吃啊，打吃，把它吃掉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变得复杂，就要上当啊。那么，当你粘的时候，啊，当你粘的时候呢，黑棋可以弯，黑棋弯是这个形状的这个要点。
那么你要走，你得继续吃啊。黑棋这时候再退一个，再退一个。白棋你要吃还得提。虽然啊，成功的吃掉了黑棋三子，黑棋三子也救回了这个，但是呢，黑棋从这里跑回去以后，由于有这个提的手段啊，这个黑棋再一藏的话呢，这个白棋啊依然非常的苦恼。突然发现啊，吃掉了对方并不便宜，你要是爬二路活，这个肯定也是大亏的行动，那大亏的行动。不爬二路啊，那么顶虽然是局部的守金，但是呢黑棋就拐，白棋呢只有加，黑棋再拐出来跑啊，逃跑，白棋呢也只有度过，黑棋接下来呢再抢占这个提的要点，注意啊，这个提呢也可以说是个要点。提完以后，白棋这些地方全部都成啊，以后都要成接不归，都要接回去。整块棋呢变得没有眼位啊，没有眼位。那么呢，这个棋啊，而黑棋呢在外面很厚啊，以后这些都能收紧，都能收紧。这个结果呢，可以说是白棋大亏。啊，白棋大亏，虽然成功的运用了这个大头鬼吃掉了黑棋角色，但是呢结果呢确实大亏，由于呢在外面啊仓促行棋。那么这个棋啊，白棋其实正确的下法就是不要轻易在外面行棋啊，不要轻易在外面行棋。这个打和这个打啊都是有用的，就是两打不打，我们俗称啊，就是要保留这些这个变化，一定要保留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要直接断啊，直接断做大头鬼，做完大头鬼以后啊，那么我们再吃扑提，这时候呢不要在外面这个轻易行棋，而直接粘上啊就可以，直接粘上就可以，这个呢就能够比较好的破解掉。这时候黑棋啊也有一些变化，局部而言黑棋爬依然是这个要点啊，要点。黑棋搬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搬这个是没有用，搬这个那么白棋就断打提掉就可以，这个是白亏的。黑棋也只有爬这个，哎，就爬这个，爬这个。那么呢白棋啊这时候再叫吃。如果黑棋啊还像刚才那样退的话，白棋就老老实实的提掉，都跟着硬啊，白棋跟着硬，自然啊，这里就不会，黑棋就不会出现了刚才那个白棋那样严厉的手段啊，就是说等于打掉这一下以后，黑棋等于一下抢到了两个。现在黑棋如果藏这里呢，那白棋自然就从这里吃出去了，走这个，白棋就踏实啊，粘上的话呢。白棋就老老实实搬出去啊就可以。总之来说呢，能把这个头给抬起来，顺便呢保证了这个眼位，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白棋呢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作为黑棋来说呢，他以后就是说补一手或者说是提掉啊都可以。这个虽然黑棋呢吃亏并不大啊，我们这还是客观的来说，黑棋走了这个骗招以后呢吃亏并不大，但是呢还是呢白棋呢还是要好一点点，还是好一点点，就是
毕竟白棋成功的破解掉了黑棋的这个骗招。黑棋这时候不退啊，白棋打直是不退呢，也这个也没有什么用，黑棋呢就可以，不退的话，黑棋打吃，这个呢白棋也不怕提啊，黑棋打吃呢就宁愿落个后手，可以提一下，提一下呢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啊，本身不但是目数，第二个呢对白棋也会威胁很大，不过这个呢白棋呢也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时候白棋呢可以考虑就从这边打出来，从这边打出来。这个呢由于黑棋无法封锁白棋，这个黑棋呢还是明显不行，所以黑棋呢也是只有像刚才那样退完了再接上，白棋搬出来呢黑棋补一手啊，黑棋呢也只能这样下，稍亏一点呢也就是算了，也就算了。好，那么这个骗招呢说起来呢并不是很复杂啊，也很复杂，应对起来也不复杂，就是白棋啊，首先当黑棋啊跳的时候，白棋首先啊不要去挡下来啊，跟黑棋在这一带这个杀气，简单的呢这个做个这个大头鬼，老老实实的把黑棋吃掉就可以了，同时呢不要画蛇添足啊，在外面这里打吃一下或者这边打吃一下，把这些外面的味道给卖掉啊，老老实实的跟着黑棋走，把黑棋吃掉即可呢破解这个黑棋的这个骗招了。好，这个骗招呢看完以后呢想必大家呢也就是说比较明白了啊，也比较明白了这个破这个骗招的这个并不是呢很难应对啊，属于比较还是比较低级的这个骗招。在上期啊，我们这前两期的这个大雪崩不是大邪这个骗招中呢，我们讲了一些变化啊，正好呢也有棋友呢前两天啊正好问起我一个大邪的一个骗招的变化，在此呢啊我们趁着这个节目的时间也给大家呢再来摆一摆这位棋友呢跟我说的这个骗招的这个变化。他所问我的问题就是啊，我们都讲的大雪崩作为黑棋一方骗先行的一方，虽然骗招比较多，但是他那天呢也遇到了这个白棋的一个骗招，那就是什么呢，当黑棋挡的时候，白棋啊反正我们都知道定时是爬一个，白棋他不爬，他直接就拐下去。他说我是他说这个这个应该如何应对，他问我。那我呢当然也就说，那你是这个在实战中是怎么下的呢，他说他拐这个，因为当时那我当然就挡了啊。结果呢被白棋一扳，他呢那我也当就挡住了，然后呢白棋再一扳啊，黑棋啊扳我也得挡住啊，我也不能吃这个，吃他一张一扳就把我吃掉了，那么能张，然后呢由于对方真子有力啊，一打吃然后跑，那这个势必要跑啊。然后白棋呢，由于真子有力，再真吃啊，再真吃。然后呢，他一看现在不能跑了，这个再一跑啊，就被白棋吃掉了。那他呢，只能是藏这个。他说，然后呢被对方提掉两个啊，他呢飞下去啊吃掉白棋三个，结果呢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变化啊，这样的变化。他呢当时觉得啊，这位棋友当时觉得形成一个转换，也就没觉得什么，觉得黑棋也还行。但是呢后来行棋的时候他发现
在这个地方虽然黑棋暂时吃掉了白棋这三个子，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味道非常的坏啊，非常的坏，甚至于来说马上就有可能要出棋啊，马上就有可能要出棋。嗯，因为这里以后白棋啊还有这个斑的味道，这个让黑棋非常难受啊。黑棋挡的话白棋就吃，白棋就吃装上，白棋呢他说就装啊，这个马上就发现这里面几乎还有棋。那么如果你吃的话，白棋呢他就拖，黑棋还不敢搬，搬了呢还要被断掉。而这个里面以后呢白棋还有啊，如果说白棋没活啊要杀气的话，白棋有直接搬跟你打劫的手段，就这样打劫的手段。当然如果白棋活了，那他直接吃这个，这黑棋就死在里面了，死在里面。他说后来发现他说这个味道太恶啊，虽然白棋搬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下，我说虽然黑棋啊有这个跳啊这个手段呢比你实战要好啊，不让白棋打一下，但白棋依然呢有粘以后呢这个拖的这个手段啊，这个借用非常多，味道非常恶，甚至来说呢单拖啊也有可能啊。这个就是总之来说呢这是当初他以为啊，一人你吃两个，我吃三个啊，这个转换，最终发现呢，这个里面味道特别恶，他觉得他呢，终于说呢是上当啊，他上当了。然后呢，他也还是挺善于总结的，挺善于总结这位棋友，他说呢，他打的时候我不应该藏这个啊，他不想争我嘛，我应该帮助他，帮助他。他不能再硬了啊，他如果再硬我现在拐，这样他真不死我了，是吧，这个上面你就算打吃四先手也真不走，真不掉这个黑棋了，真不掉这个。这个呢可以说是白棋呢不行啊，白棋不行。那么他还是只有提，他还是只有提。那么我黑棋这样吃掉他啊，那比实战这样那就好多了，这里面呢几乎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对，他就问我这个结果怎么样，我说啊你这个结果呢当然比你实战好多了啊，你这个也很善于总结也挺好，但是呢你还是呢被人家骗到了啊，骗到了。虽然这样吃啊，或者说是这样吃啊干净的很，但是呢这样吃以后人家立啊，在外面还有些先手，你其实这样吃呢白棋在这一带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先手利用。第二呢他这个打吃总是先手的，对吧，要是扩张模样的时候同时呢也压缩你这门模样的时候，这个地方还要多被他抢占一个，这个呢你呢还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啊，上当受骗，虽然比这个结果好得很多啊，结果很多的，这样就更加上当受骗了。他说，那么面对白棋这个拐啊，这个该怎么办啊？怎么这个破解啊？我说，面对白棋啊，比较过分的拐，他不搬这个啊，不爬这个，你挡下去要吃他，这个思路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当然这个白棋看上去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不过你这个过程中你要看看啊，你要学习一下人家的这个吃子技巧啊，人家的手段是技巧是什么，先搬一下啊，再搬一下，搬完以后再开始吃你，由此启发你也就不难破解了。那就是什么呢，当人家拐的时候你也学着人家一个，我也先搬一个，
我顺路我就搬一下。你要是走别的啊，不走了，你要回到定制区的话，那我一传，等于我飞你这个冲是大恶手啊，那他肯定吃亏了。那他现在只有搬，然后你再挡住，我说你就可以轻松破解他的这个骗招了，就一个小小的次序就可以破解这个白棋的骗招了。白棋这三个子总是没法死，总是没法死。那么他搬，他搬啊，我们就跟着硬，对吧？他这个我们都跟着硬，这个也只能打吃，对吧？打吃。当白棋打吃的时候，要争你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很明显啊，很简单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扳的作用呢，充分得到了发挥。这时候你就可以啊，采取强烈的防止白棋引针的手段，断打一个啊。这时候白棋不敢跑了，那你再吃一下，一跑啊，这个就快死在里面。那什么呢？白棋也就是说不能硬了啊，不能硬了，只能提。那么这样，你黑棋一下子可以很舒服的把这三个白子全提起来。这样黑棋应该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相比刚才的棋形呢，就是说白棋本来有这个三面打吃的先手，这个子啊，等于这个子跑到这里去了啊，跑到这里去了，这个差别是了不起的啊，这个差别是了不起的。黑棋能让白棋这个子跑到这里，这个差别是了不起的。黑棋呢是明显得利的啊，这个比刚才那样吃三个子啊，给它提起来了，你好得很多。作为一个这个判断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子和这个子啊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拿走。这个呢也无所谓啊，这个放在这也没关系。等于这个外面呢虽然都提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提三个子的威力总是比你提两个子要大啊，也要厚一些。那么这个结果呢也是很正常啊，就是什么呢，黑棋有利。那么当初白棋这个拐啊，这个定式的时候，白棋这个拐带有欺骗性的这个招法啊，黑棋啊只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啊技巧，一个小小的一个好的次序，即可呢破解这个白棋的这个骗招啊，破解白棋的骗招。结果最后白棋提两个，黑棋提三个，虽然白棋亏的不多啊，但是呢毕竟呢也是白棋呢有亏损，这个拐的下法呢暂时呢还是不能够成立啊，不能够成立。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两个形状的这个骗招啊，就是虽然难度啊不大，但是呢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个正确的应对啊，这个破解的方法牢牢的给记下来。好，那谢谢大家呢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